我介紹下，嗱，媽咪叫咩名啦 ？BB 叫咩名？仲有佢哋已經餵哺嘅時間有幾耐喎？有請。我叫做 Maggie， 我個大仔咧，而家3歲，餵咗20個月，叫子健。呢個咧係細女，佢叫做子天，而家3個半月。多謝。我叫龍之霞，啊 ，BB 係上司啊，餵咗9個月。我叫 Catherine， 有個名叫俊傑，咁餵咗半年。我叫喵喵，我有3個小朋友，而家呢個咧就食到4個月，3個小朋友都係餵母乳奶。Rita， 我叫蔡月，而家係7個月。我叫陳佩莊 ，B B 叫林文浩，餵咗6個月。我叫孫甜 ，B B 叫初甜，我餵咗8個半月。我叫 Vivian， 我個 B B 叫殷達文，佢而家2個月，但我都餵咗佢2個月。另外有個家姐，3歲，但都餵咗2個月。有個 Amanda B B 叫希林，咁都餵咗6個月。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只有咁為咗佢之間咗成功嘅咁我叫啲咁我自己叫 Carlos 咁我就為咗四個月我係 Ray 我自己叫黃景天我為咗10個月我係左一下自己叫 Carlos 啊自己而家3個月大咗我係如果咁我自己叫范學明咁我為咗3個月我叫 Amanda， 我呢個女兒嚟緊，咁有佢，哥哥咧就做緊嘅。我係文娟，B B 叫做 Chico， 做咗4個月。我係周南細佬叫 Brian， 咁啊又1歲，阿哥個兩歲半，而家3歲半啦。我係 Sarah， B B 而家2歲。多謝曬各位媽咪，咁多謝曬啦！我相信咧，雖然咧係好快咁樣咧介紹，相信咧呢啲嘅名字咧都會喺你哋嘅腦海裏邊嘅，因為呢一班媽咪真係付出佢哋嘅努力。